其实你可以不必一辈子戴眼镜。你的眼睛累了吗？恢复视力眼球操一，伸缩喇叭训练。手拿纸片，眼睛一直看着纸上的字。像吹伸缩喇叭一样，手臂远近移动纸张。动作由慢加快，来回做五次。除了正面外，再往八个方向移动。上方、下方、右斜上方、左斜上方，此训练可让双眼从各方位均衡视物，减轻疲劳感。恢复视力眼球操二，斜神法练习。身体朝右倾斜30度。一，先看远端绳子打结处10秒。二，视线沿绳子移到鼻梁。视线移动，看远，看近，停留10秒，看绳子打结处。身体朝左倾斜30度。再做一次相同的视线移动。此训练可改善不等视，让双眼平衡视物。恢复视力眼球操三，摆神法运动。此为移动版斜神法，身体和绳子一起左右摆动，看着绳子，视线沿绳子由远而近移动。视线移动时，身体也持续左右摆动。视线移动，看远，看近，停留10秒，看绳子打结处。此训练可改善动体视力，舒缓眼部疲劳。击退干眼症，眼球操一，单眼眨眼，右左右左，两眼轮流眨眼，换右右左左轮流眨眼，换右左右右轮流眨眼，换左右。左左轮流眨眼，每天做5到10回，可强化眼部肌肉。能够随意眨眼，就能消除眼睛干涩。击退干眼症，眼球操二，眨眼三部曲，双眼每秒眨一次。
做十回，双眼每秒眨两次，做十回，双眼每秒眨三次，做十回。练习有意识的眨眼，身体会记住频率，以后自然能定期眨眼。急退干眼症眼球操三，凤眼。用食指将眼尾往外侧拉提，慢慢眨眼十次。这个动作可以滋润眼球。急退干眼症眼球操四，熊猫眼。用大拇指和食指将眼皮撑开，慢慢眨眼十次。这个动作可刺激泪腺分泌，让眼睛不再干涩，改善老花眼，眼球操，扩大视野训练。脸朝正面，眼睛凝视某一点，双手伸直，手掌贴合，将大拇指立起，吸气，吐气时，双手朝两侧分开，直到眼睛余光看不见大拇指。保持这个姿势，吸气，吐气时，抖动大拇指，再将手臂往后打开，应该就能看见大拇指。将双手张开至余光能看到的极限范围，双手往四个方位张开，往上下张开，斜向张开，反斜向张开。此动作可扩大视野，提升视力，赶走老花眼。